我挺怕这个钟馗勾我的。红开，我的思路是红开，刷猪刷蓝，三级抓他，直接打开局面。就钟馗要去勾勾蓝 buff， 中路要没了，吃了太多亏了，所以我最后交成绩了。他们打得这么凶，都去了呀！哎，这我的剧本写的挺好的，但是我的队友送的太快了呀，兄弟们！拿来吧你！我错了，真的是恶心呐、啊！打了个寂寞。